王小弟。坐在没有？怎么了？在那个王爷爷现在不是。在也好。侠客跟三多啦，这已经是三局啦。就那个六号，又黑又帅帅的。哎，六号啊，六号。他打的很可爱。他很可爱，他超可爱的。没关系，我也不认识他。啊！
不要眨眼。你看他刚刚在干嘛？你自己问他。你不要。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还有多少时间？停哎。对。直接没跑，傻眼。思远，思远，林伟杰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你在等啊？姑娘。规定。